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谈一首很可爱的歌哈，这是Hank 小时候常常看的一部动画，是《龙猫》，然后我们要谈它的主题曲哦，这是《散步》。咪呢在第二弦的空弦，那收呢第二弦的第三格用无名指，然后哆的话在第一弦的第三格你可以用小指或是无名指，可以。然后接下来是收拉收收，讲过了，那拉是第一弦的空弦拉，好，接下来是哆咪收哆西拉收，这个西呢西在第一弦的第二格用中指。好，那我们一开始配上的是 C 和弦，好，我们弹四三二弦，然后不需要全部刷，好，空弦，哈，咪嗦哆，好，嗦拉嗦要配上 G 和弦，哈 ，G 和弦，食指在第三弦的第二格，然后无名指在第二弦第三格，对，嗦拉嗦，好 ，G 和弦刷四三二弦就好喽，嗦拉嗦，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做一点点分散和弦，哈，这个是 C 和弦。分散和弦里面又有旋律，所以它很奇妙哦。前面两个四三弦呢，它不需要按格子，咪也不用，但是嗦要加上去，嗦哆咪嗦哆，用嗦呢，用无名指加在这嗦上面，然后哆呢，你可以用小指，嗦哆咪嗦哆，给西拉嗦。西拉嗦，好，西拉嗦的时候，这个嗦要配上 G 和弦。OK， 然后我们可以刷一下 G 和弦，哈 ，G 和弦如果要弹完整的话，把中指呢放在第一弦的第二格，然后刷一下，好，全部，好，好，下一段是。拉嗦拉嗦瑞咪哆，那哆在拉呢在第一弦的空弦 ，OK， 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瑞啊，瑞用中指在第三弦的第二格，好瑞，那我们一开始配上 F 和弦哈 ，F 和弦用食指在第二弦的第一格，然后中指呢在第四弦第二格全部刷，拉拉拉拉哆西拉，好，这个时候你可以把无名指缩回来第二格，好，这样就可以省一个指头。啦啦啦啦，哆西拉嗦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配上一咪和弦哈。一咪和弦呢，我们这边我的按法是中指在第二弦第三格，然后无名指呢躺下来按四三弦的第四格。OK， 好，接下来是拉嗦拉嗦瑞咪哆哈。那我们配上低咪和弦，低咪和弦食指放在第二弦第一格，然后中指放四三弦第二格。拉嗦拉嗦，好，拉嗦拉嗦瑞咪哆，瑞的时候配上 G 和弦，瑞，好，但是旋律在瑞上面，所以我们只能弹四三弦，然后凸显瑞，瑞咪哆，哆的时候配上 C 和弦，好，不需要按格子，四三弦，好，刷一下 C 和弦，好，完整 C 和弦在第一弦第三格全部刷，好，下一段是。
这一段是啦啦啦啦，嗦嗦嗦嗦，发发发，瑞咪咪。OK， 那一开始呢，这个拉是 F minor， 这个是降 A。降 A 的话呢，我们把中指放在第二弦的第四格，然后呢，无名指在四三弦的第五格。好，刷四三二弦，啦啦啦啦。OK， 然后接下来是嗦，嗦呢？食指在第二弦的第三格，然后中指在第三弦的第四格，无名指在第四弦第五格，三条弦。嗦嗦嗦嗦，啦啦啦啦，嗦嗦嗦嗦。好，接下来是发发发，瑞咪咪。好，发发发，用低麦，发发发。哎，这个发不一样。好，我们要用到G7 的和弦哈。我们把躺下来的低麦呢，这个中指移到第三弦的第二格，好，弹四三二弦，发 ，OK， 那这边我们用一点点半音的效果，听起来比较有趣哈，发 ，re mi mi， re mi mi， re 在第三弦的第二格，然后呢，接下来这个半音是降咪哈，用你的无名指在第三弦的第三格 ，re mi mi， 正常的咪呢，还原咪在第二弦的空弦 ，re mi mi。然后我们可以补一下 C 和弦 ，OK， 好，接下来下一段是，好，这边是哆哆西嗦啦，啦西哆瑞哆西啦嗦 ，OK， 那我们呢？都呢在第三弦的空弦哈，那配上 A 麦和弦，用食指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要刷四三弦，哆，因为它在第三弦，哆哆，这个哆在第一弦的第三格，哆哆西嗦啦，拉配上 F 和弦哈 ，F 和弦，在第二弦的第一格用食指，然后第四弦第二格用中指，全部刷。好，接下来是。拉西哆瑞哆西拉嗦，拉西哆瑞。这个瑞呢，我们要用到第一和弦。那我们先讲瑞哈，第一弦在瑞在第一弦的第五格。拉西哆瑞这个地方，然后呢，中食指封闭第二格，全部刷。拉西哆瑞哆西拉。OK， 然后接下来是嗦。嗦，然后我在这边做了一点点那个音阶的变化哈。嗦发咪瑞，这个地方呢，我们按住 G 和弦，好，不用全部按，中指在第三弦的第二格，然后呢，无名指在第二弦第三格。嗦发咪瑞，嗦，这个嗦接下来是发嘛哈，在第二弦的第一格。嗦发咪，放开是咪瑞。好，下一段是。OK， 这一段是哆西哆嗦咪哆西嗦啦西哆。那一开始配上 C 和弦哦，哆西哆嗦咪。好，那我们可以把你的无名指直接放下按嗦，哆西哆嗦咪。西，这个西呢要配上 E 麦和弦啊。E 麦和弦呢，食指在第一弦第二格，然后呢，中指在第二弦的第三格，无名指在第三四弦的第四格，全部刷。OK， 嗦，这个没有和弦，嗦啦西哆。好，这边是这样哦，嗦啦，拉在第一弦空弦，配上 F 和弦哈，啦西。这个地方呢 ，C 呢配上 G 和弦啊，这个是食指在第三弦第二格，无名指在第二弦第三格，然后中指在第一弦第二格，也是全部刷。啊，这个时候你可以把你的中指滑过来，在第一弦第三格，拉西滑过来。OK， 这一首很可爱的曲子，一定要会哦。然后这首歌它的和弦变化会比较多一点啊，大家要多练习。Stop. When I start loving